这个就是大家准备走到冰川底下啊，看外面都是下雪。那我们进到这个地方，必须穿这个钉鞋，像铁链这样的鞋子，才能够走在这个冰川上面。这个是进到冰川底下的洞。你看，我们是搭这一部车来的。你们这个雪鞋怎么穿？啊，就是在这个地方，鞋尖一套，从这里一拉，就可以穿上来的。啊，这个地方就是下车要进入这个冰冻的地方，现在正在下雪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坐这部雪车来的啊，这边海拔的高度是1250公尺啊，那这是冰岛最西边的雪山了，你看，现在正在下雪啊。冰岛80%的饮用水都来自这个雪山的。那这个冰洞是为了研究这些冰川所挖的一个地洞，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入这个山洞了。你看到？这是冰洞的入口。这是，也是另外一个入口。然后在这个冰洞里面，这是人工的。它为什么要打这个冰洞？是为了研究地球暖化。其实在冰岛，这些冰川，这个冰的厚度，科学家研究统计，最深的有1000公尺的厚度，最浅的，平均起来也有400公尺的厚度啊。所以你看这些冰，而且你看到这些冰有不一样的颜色。这是不同时期，那黑色的就是火山灰，那个时候有火山爆发，它的火山灰铺在地面上，然后结冰一层一层覆盖，就会有这些现象。这些的形成，科学家研究有100万年的历史了。也可能就是地球的冰河时期到现在。你看到，这是在很深的冰洞里，你看游客们陆陆续续进入这个冰洞，这个冰洞是人工的，为了研究地球暖化，才凿这个冰洞，去研究冰洞里面跟地球暖化有什么关系。But they are very dangerous because they can reach the bottom of the glacier because the water is flowing in like that. And they are usually the reason why we have ice cave in Iceland. They are the one that form ice caves. And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t colors. Now, not really, you can see water veins, but it starts, the climate starts cooling down.
Otherwise, all these veins, they were flowing into the crevasse that we saw before. Yeah. On the bridge. That's all. Now, it's, I mean, it was not very cold during this, like, it was not very warm during...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冰川就是这样了。这是今天这个雪山冰川的情形，这是7500年前，这是3000年前，这是2000年前，一直融化，一直融化，现在就是这样啊。如果到了西元2165年，全部就融化光了。这是2115年，这是2090年的预测啊，这是2065年跟今天跟以前对比的图案啊，你看这些冰川的山洞里面深入到这里啊，哎，这是我们的领队跟导游啊。整个这个冰洞大概有200多公尺，最深的地方有一个像礼堂那样啊，曾经就有20对新人在那边结婚啊，在冰洞里面结婚，我想他们不知道是相敬如宾是哪一个宾。哇，终于要走出山洞口了，外面一样在下雪，你看我们就是这个爬山车，这个往雪山的这个山车，它的轮胎自己可以泄气跟充气，那这个人在这边帮我们拉掉这些雪链的鞋子啊。好，拜拜啦。